它只是 flavor 而已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all plant protein 是唯一一个没有乳制品的，就是没有奶的 ，OK。然后呢，其他两个是有的，比如说一些 vegetarian 它本身它不吃奶制品的，我们就不要介绍它吃 green tea， 这个 green tea 跟 blueberry 了，我们就可以介绍它 all plant protein，OK、okay?。这 all plant protein 呢，完全就是来自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豌豆、小麦跟大豆三个 formula。OK， 是萃取这九种的必需氨基酸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，还有呢，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粉呢，拿到的这个 BDCAAS 哦，是一分。所以刚才我们有讲哈、哦，等一下我跟你知道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研究显示，如果每一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呢，增加25个 gram 的蛋白质，我们就能够降低心脏病跟冠心病的风险。这是科学家已经发现哦，不是发明哈、哦。发现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看，然后呢，氨基酸呢是非常完美的组合哈、哦、，OK， 而且呢，我们的 BDCAAS 呢是一什么呢？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是细胞对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力的最高分是一，听到没有？如果外面的厂牌还跟你讲我们的是2分哦，二，那先你的，因为最高分是一分，没有两分的。明白没有？我相信大家一定有遇到有一间公司，他也卖一样的产品，他说他的 supplier 跟我们一样，有没有？但是他的产品卖得比我们便宜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他的 BDCAAS 也是一，有没有什么思维的公司？有没有 ？OK 啊，你们没有遇过哈、哦，没有遇过就不用讲哈、哦。OK 好，然后呢，来我们看，所以呢，那这个呢就是 protein 啦。所以关于 protein 呢，还有谁要问呢 ？OK， 打鸡毛的人可以不可以喝啊？可以是，是不是还有人想，因为中间色的人哦，打鸡毛不可以喝、哦，为什么？底下那个癌症细胞吃到肥肥啊、哦！你用腰子想啦，不要问闲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不对是什么原因？来，你讲，为什么不对？你真是老讲不对啊！昨天有一个人讲，因为老师讲不对了。这样就不可以啦，听懂没有？很简单啦，不管一个人怎么病哈、哦，你身体只要哈、哦，各位朋友，你的形还在，神还在哈、哦，气还在，听懂没有？就是你的形还没有烂完 ，OK？ 你的神，你的眼睛讲话还有神，意志还清醒，气还会呼吸，就是你还活着的。活着的意思呢，就是你的正常细胞一定多过坏的细胞的。那很多人就为了要饿死那个坏的细胞，就顺便饿死正常细胞。宁可杀错不可放过，所以最后那些病人并不是病死的，是饿死的，听懂没有？因为很多人很好笑很无知的，我跟你讲、哦、甚至我在马六甲遇过一个、哦、刚刚做完乳癌打完鸡毛的，然后他的那个血红素跟那个血小板跌到很厉害，你知道最后、哦、那个所谓的专家、哦、叫他吃什么回去，你猜？他叫他吃牛肉。你这个不用念书，不用什么专家的那个 common sense， 用脚趾想你都懂了。你今天如果有人去医院，你带什么去？你不可能带牛扒去给他吃吗？你带生鱼粥对不对？你带燕窝、带木耳汤、带八珍给他喝对不对？你可能带牛扒去给他吃来切这个补血的，你讲，你说有没有对啊？所以有的人恐哭力说不让头脑生草根脑那个脑根那个头脑讲在脑根，所以你要去听啊，听到没有？但是很多人只相信他的呆的，不是相信他的权威知识，对吗？很多人读很多的人书讲了，读很多的书不会死没、啊、听到没有？要问对人吗？你要修车你去问医生他哪里会，听到没有？你要看医生你去问修车佬哪里懂，你去问修车佬，哎呦我这条条以后你是把那么细了，明白没有？那有时很好笑，那些人都不要懒得回答他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所以可以不可以吃保定啊？可以。OK， 所以呢，生孩子的可以不可以吃啊？可以。